天的音乐原计划直播大家看了吗？周深不仅清唱了几句嗨、小美满和大鱼，还回应了演唱会加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周深最开始回答是在家了，在家了，再努力了，是不是意味着不仅只有南京的加场，其他地区也会有呢？说到南京加场，工作室在二号中午微博也确认了南京加场的消息。至此，周深2024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南京站加场正式官宣。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可以容纳逾6.5万人。本次南京站将于8月10日至8月11日连续2晚举行。加场消息让众多音乐爱好者兴奋不已，就是不知道这次会有多少人抢不到门票。再说回音乐原计划，节目官微在2日预告了3日，也就是今天的直播，下午15点限时探班直播，录制机位实时开放，大家一起期待深深的综艺录制现场吧。另外，第31日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投票第一轮正式开始，迷子们记得去给周深的《时间之海》投下票。最后的年度10大金曲将在最强30歌曲中产生，最强30将在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获得1个月周期滚动推荐。错综的光阴，现实永远有意外，一根丝线就能牵动心就离开。如果要找回自己，线索在九霄云外，无论要去多远的宇宙， Here we go。 这世界总有太多无力光怀，一起喜欢迎期待， We can dream, we can fly。 我相信谁都可以重塑现在，不需要等待说最后，周深2024年半年度行程大揭秘，还有谁能卷得过周深？周深的一天是48小时制的吗？2024年上半年一共有181天，周深公开行程营业共计160天，辗转3个国家、20个城市，飞行也包含其他交通方式54次，受邀去了联合国总部参加活动，发了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，开启了全国9城11场个人巡回演唱会，录制了国民大综艺，拍了5大之一的时尚杂志《Cosmo》，接受了重点刊物人物的深度访谈，新代言了2个国民大品牌，商务代言升级 title。 正式发布新歌共24首，其中包含专辑《反身代词》歌曲7首，影视 OST 2首，电视剧 OST 8首，主流红歌3首，单曲3首。二 Live 共34场，合计演唱191首 Live 歌曲，包含41首歌曲首唱，其中直播8场，演唱会4场，音乐节1场，腾讯年会1场，录制晚会11场，综艺8场，节目1场。三参加常驻综艺2个，《生生不息》嘉年华，《奔跑吧》第12季。二商务线下活动1场，线上直播3场，新增商务2个，天猫精灵汤臣倍健，荣登时尚杂志重点刊物封面2个 ，Cosmo and 人物。除公开行程之外，还有录歌、彩排、微博营业，每次都是高质量舞台，或者是元气满满的出现在大众眼前。全能型明星的全方位发展，周深真是娱乐圈劳模啊！周深，你这么努力，你不成功谁成功？要骄傲！今天其实有读者，你的歌迷来问我说，童哥怎么样才可以交到像周深这样的好朋友？我跟他有一最厉害的连接是，他的粉丝可能都没有10万，我有几百万粉丝的时候，我给他连发了几条微博，对，就超爱他的，对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要骄傲。今天其实有读者，你的歌迷来问我说，童哥怎么样才可以交到像周深这样的好朋友？我说你给他发微博啊，主动发微博，对。他们天天都在为我们发微博。不同的是，我有几百万的粉丝。大家努力让自己成为几百万粉丝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。其实我讲的是，如果你瞎说，你有2000万。
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，我们都在进步，我们都在进步，而且可能我的还有好的一部分都是你还在进步，僵尸粉。没有，我其实想讲的意思，如果你觉得哪个朋友好，你就主动跟他说，我觉得你很棒。我认为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鼓励。对，所以你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就是你跟周深说，周深，我觉得你唱很好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，加个微信，是这样子。不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，我们很久很久才加的微信的。对，我们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也不敢，我会觉得。你们最早怎么认识的？好声音，对，就是因为好声音，我那个唱完之后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大 V 发了我的微博，我就哇，大 V 这个词好古老。KOL， 我就说哇，那么他是谁？不认识，好危险的发言。没有没有，后面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都看过童哥的书，而且最近在看的那本书叫做。要走了，这个要想走了已经。啊，你们喝口水啊。如果要找回自己，是走在这校园外，不论要去多远。